亚太最佳大学排名台湾31校上榜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高等教育特刊 Times Higher Education 今天发表2018亚太的区大学排名，台湾共有31所大学上榜，比去年增加5校，台大排名37最高。《泰晤士报》高等教育特刊制作亚太的区大学排名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Rankings 分析东亚、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的区38个国家的大学，最后有13国250多校上榜。其中，日本有89校上榜最多，其次是中国的63校，接下来依序是澳洲35校、台湾31校、韩国27校以及泰国10校。然而，日本虽然上榜学校最多，却没有任何一所排名前十，名次最高的东京大学排名第12。根据排名，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居第一，北京清华大学第二，北京大学第三，墨尔本大学第四，香港大学第五。香港科技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并列第六，第八是澳洲国立大学，第九是澳洲昆士兰大学，第十是香港中文大学。台湾共有31所学校入榜，8校挤进前100。其中，台湾大学拿下第37名，比去年的33下降4个名次。再来依序为清华大学50名，台湾科技大学56名，交通大学67名，成功大学77名，中国医药大学88名，台湾师范大学91名，台北医学大学98名。阳明大学在111至120名区间，中山大学在121至130名区间，长庚大学、中央大学在131至140名区间，高雄医学大学在141至150名区间，台北科技大学在151至160名区间，政治大学、台湾海洋大学在171至180名区间。亚洲大学、中原大学、东华大学、原治大学在181至190名区间，逢甲大学、台南大学在191至200名区间。辅仁大学、一守大学、中正大学、台北大学在201至250名区间。朝阳科技大学、明传大学、嘉义大学、高雄大学、淡江大学在250多名。